小绿打头打头，好，开剑圣无敌，完美。用哎，哎，应该出人太快了吧？暴气剑斩流，暴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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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腰了。断了吗？轻松屌虐，没有变身呢、啊。大主教都被我们干掉了，还有谁？都来！寒损面具啊？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去的副主教手中生物，卡车生物。I see everything from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dried tree in which the miracle has reincarnated me. 巫术让我转世。大教堂屋顶哪里啊？要进入最终决战了吗？挑战恶魔，恶魔我来了。撞一下就不行了，打死他。
漂亮。换走另外一边，看看什么？又到这边了呢，没砍到。文，先不要去上面好了，什么东西？那个人怎么有鸡鸡？还没有穿内裤呢。那天使没穿内裤呢，好小，这么硬啊！
那可以直接跳过去吗？应该可以哦，完美无损通关。过不去啊，这只。这火球有办法防吗？不行防哎。已经快吃光光了呢。问号，不是啊，那边那个电梯上去了呢，那他没有给我拉杆啊，我怎么在搭电梯？嗯，奇怪了，那个你自己碰，那电梯往哪去了？这样子上不去呢，要敲上面的圆球。好像会震荡是不是？靠腰，啊！太硬了吧！好像只能隔反隔，只能用防御反击呢。网原来这么多啊！我以为之前他说三个地方快结束，我觉得还那么多只，看我腰被打到。
欸，真烦，把他打掉好了，好腰，OK， 无损。为什么啊？右边左边鸟鸟，喂。第二避难所印记啊，欸，按错了。卡住，过不去了。回头了。这边很多呢。奇怪，因为上去有什么？好像就是拿银娃而已，上面还上不去。这边是哪里？热谷证物，主要我有装几个啊。
哎。没事，稳。稳的不行。这去哪？问题啊？哦，就是这边啊，那我回去补一下吧。不回来了，他开那个路啊。开户门。完美通过。这什么？神圣禁忌之墙啊，金属树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谁？黑黑的谁？你谁啦？屌虐！叫屁叫，吵死！我靠，他很气呢，祭司的钥匙，哎，哦，我要去买钥匙了，哇，要去买那钥匙能开呢，
而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个呢。感觉不是那个盗王的路呢，就是要收集什么东西哦，这很远呢。不能开啊，那都要之前是把9999的钥匙啊，这怎么回去啊？帮帮忙！连回去都那么辛苦、啊，查什么？那个在哪、啊？哪一个是商店呢、啊？旅行。念诸神节是不是啊？念珠那个，那个地图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我好像已经拿了，不是那个红色那个吗？嗯，它没有显示商店呢。上面的门没开是不是啊？妓女金恩的骨头啊，但我要下去呢，对啊，可是卖东西的不同啊，
我记得是刚才这边有遇到个商店，还有卖那个祭司的钥匙，9999。装彩。这是打那个啊，阴灵那个地方啊，应该在左边吧，但是我已经忘记在左边哪个地方了。小婴儿要收20颗送你防止摔死的。防止摔死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房间吃哦，那也太强了吧，可以房间吃很强耶，很 OP 呢。这边呢，哦，可以穿过云的地方哦。开门，忘记商店在哪了呢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我们看到那个钥匙的时候是打那只臭婴儿前还是臭婴儿之后？应该是臭婴儿之前吧。有吗？闪电祈祷我有，我已经打死了。就他哥啊。是骑士啊，哇，这边有点难呢。
还好我够强。这边是哪？还是右边不是啊？右边是那个三张画布啊，左边呢？剪要花时间啊，有可能剪了就被那个钉子弄死了。我宁愿不剪，反正剪那又没什么意义。这边呢？ Face your name. 在这边呢，都到了。Let us be captives of the miracle, penitent. 没有二段跳啊。那游戏根本就没有乱跳。那个钥匙刚刚要去左上角，他说他需要这个钥，哎，不是呢，不同把呢，那把是裁判官的呢，上面要的是祭司的钥匙呢。这个是裁判官呢，虚弱的从椅子上站起。要还要回去呢，我们走这边看看吧。用我进化过后的跳跃力，进化过后的完美，漂亮，漂亮，完美，可以。来，啊，又剁碎了。哈哈，咖啡饮这款真的很优啊。我要急一下，我要去拿那个银娃。
这边是不是也有密道啊？没有，这边去过了。再重置一次，再重置一次，能量应该就够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用。哇哩嘞！我按错。怪比较多，刷一刷。我真的搞不懂这游戏公司在冲啥。他处决做的这么帅，然后不给我一直触发，他那么用心做处决，然后。给我触发，每次都只能随机偶尔才能看到。要是可以指定处决，我一定每次都敲爆他们。他那个处决随机才会触发，超怪的。一次放血，处决怎么主动触发？主动触发。哦，应该是你的手动触发，应该是说打出可以处决的时候按一触发了，但是打出那个处决状态，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打出啊。对啊，你要看到红色才能触发。它不，它是我目前感觉是随机性的，没有什么特定的情况，它会出现那个。反击没有欸，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吗？每一次反击都变红色吗？反击瞬间按攻击，我是欸，我按什么？靠，要差一点点不够。我可以自残，怎么自残？放丢血翼的会集能量，什么鬼？鸭子？你看还有这样子的、哦，那么屌、哦，自切啊、哦，太酷了吧！还有这招、哦。为什么还是不能用？平娃 get， 用手把比较顺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讨伐了四五只王，明天再继续讨伐，好吧？我们开始，我要玩那个新的幽灵古堡。今天进度有了，可以讨伐了。我原本以为已经要破关了，因为他出三个地方，我以为顶多就三四只、五六只王而已，没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。
啊，你们没看到前面几只王？你前面打几只？前面应该也是四五只啊。你们可以到 YouTube 去看，好吧？那、啊、如果你刚错过前面几只王，你有想看的，之后我再放到 YouTube。啊，我们开始。恶灵古堡那个剧情，我也都放到 YouTube 了。晚餐应该吃家里的吧？家里的。哎，今天应该已经上市了。这游戏好像蛮便宜的呢。